まあ、楽しみにやってみて。はい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ひなちゃん、はい、はい、はい。谢谢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、ひなちゃん。谢谢、あ、谢谢。うわ。二つあるでしょ、三つ、二つ。三つあるよね。うん。で、把、今天把这个大米弄了。那有那些。啊啊，哎呀哎呀，盛凯，一会儿我们把大米倒在上边。哎呦。これと一緒でいいの。あ、猫おった。もう。我们得把这稻米里边这个东西剪剪，大米里边有这个梗儿，你去脱壳的时候，就把人家机器给堵了，要弄一弄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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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好了好了，你这里有。哎哎，别撒了，别撒外边哈，就给妈妈弄在这里边，不能到这里撒。哎哎。哎呀，我闺女今天休息呀、啊。我们这里只要是日历上是红日子的都休息，哪都休息。就我老公不休息，嗯，休息日，你说这家伙在家里边啥也干不了，领着出去吧。嗯，正好家里边不是还有点那个去年的大米吗？哈，嗯，去给他脱脱壳。应该是明天我朋友就来了哈，我们一起去学日语的，明天来玩。我们今年的新大米弄得晚，也没下来，就是我们今年就不在自己家里边院子里边晒，全都给那个工厂了。等那个工厂把大米都干燥完了，弄成雪米了，稍微带一点点壳了，然后再给我们。这不一直也没接到电话吗？我等着让我老公打个电话问问，看看这两天能不能弄到新大米。要是弄不到新大米，没办法，就把去年的那个旧大米给他。但也挺好吃的，就是我们没脱壳。这个大米吧，要是你脱完壳放在那地方，慢慢好像它这个味道它就会变。但是如果你不脱壳了，放在那边还能好一些，比超市里边能好吃一些吧。哎，大西瓜呀，啊，正好是前两天我那个日本朋友吧给我发信息了，说家里边弄了点那个什么，种子，什么香菜种子啊，什么种子，让我去拿。哎呀妈，真一直也没有时间去，其实有时候也不爱去人家家里边，感觉怪麻烦的。嗯，那段时间吧，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妈妈做的面酱让我去拿哈。说那段时间不是我们一起聚餐是聚会的哈，我还做了糯米饼啥的给他嘛，说作为回礼让我去拿点面酱啊，手指头弄个那个西瓜的那个皮在里边了，是不是啊？再不去抠了哈，就把这个放进，你装那么多袜子装这里边干啥？就送回去去，妈妈带你坐车。那天买了几个西瓜嘛，先烧一个西瓜给我日本朋友吧，没啥好烧的给人家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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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，李昌，可不可爱，小狗啊？你好，你好。あれね、プランターに植えとったら、巻いといたらね。アスパラ？アスパラガス。あ、アスパラ？うん、そうそうそう。その食べるのアスパラ？そ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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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え、それ植わってる。あ、うちは。種を一回なんか植えて、出てからもうそのまま毎年？もう一回、うん、毎年一回植えたらもう10年ぐらい使える。はいはい、まあ、楽しみにやってみて。はい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、ひなちゃん。はいはい、谢谢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、ひなちゃん。谢谢、あ、谢谢。はいよ。え、もう帰るの？あ、リヤちゃん。はい、持ってるな。あ、すぐ持って帰るよね。あ、あ、わんわん。不害怕。うん。那小狗狗呢？可鳥おるの？鳥来ない。啊啊！作ったけど来ない。啊！虫がつかなかった。早く取るよね。はい。はい。谢谢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啊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啊，这是好。放筐里边吧，我们拿回家。放筐里边。啊，放筐里边，我们拿回家。这是我们的筐。嗯，对，放这里边吧。妈，心怕人呢，这基本个头大个一啊。啊，好好好，放里边行了，好放这里边就行了。拿回家没得开了哟，那，扫几开没去哟。
拜拜，还有那叔叔也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阿里嘎多哥的伊玛斯，想想啊，对啊，拿这么多东西，还有那叔叔拜拜啊，拜拜，谢谢，阿里嘎多哥的伊玛斯，哎，真是好孩子，下次我们还来找小狗狗玩哈，哇、哦，叫我立刻要那叫，那我来给大米脱壳吧。哎，弄完了，人家也关门了。今天上午我去上那个我那个日本朋友家去拿那个种子，那个家他妈妈告诉我，我问他那个地瓜都是怎么吃的，他告诉我就这么炸一下，我也这么炸一下。我们这里地瓜是那种干面的哈，我就炸一炸，尝尝好不好吃。我得做点辣椒酱。哎呀，今天不是去那个我那朋友日本朋友家吗？那个日本朋友他老公就爱吃咱中国的这种红色辣椒做的辣椒酱，那把它剁碎了，里边加点面酱，加点盐，在锅里边蒸一蒸，然后再用点大蒜拌一拌，把辣椒切出来了，用这个东西给它搅拌机搅碎了啊。辣，辣不辣？再加上点什么盐啊、面酱，搁锅里边蒸出来。快来扒扒大蒜哈。扒出来了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把皮子扒扒，把这皮也扒扒。看他爸回来了，赶快跑过来呀，又得凉去溜达溜达呀。啊，穿上外套去吧，爸爸怕冷。哎呀。哎，不要了。走吧。妈。哎呦，谢谢谢谢一大枪啊，谢谢。哎呦哎呦哎呦。哎呦多分自分が好きだから、あんたと私にやる好きなら、哎呦，超好きだ。买了这么几根580日元，30多块钱买了这么几根。哎呦，和爸爸一起画画啊？啊？哎呀，让他爸坐下，抱着他一起画画啊！真会画哈、啊。炒了乌冬面、嘎肉、蘑菇、油菜，这个是炒的竹笋、西兰花蘸着这个蛋油、蛋黄酱。你吃吧，你吃吧，好坐吃，坐下吃。这是我做的那个辣酱哈，这是放那个面酱放的多点，我害怕坏了，我就多放了点面酱，就快有点发黑了啊。浇好了大蒜，等它凉了之后，再把大蒜放进去就行了。自己把被子蹬了，冷了，自己爬起来盖被子。我老公，我还有这点就干完了，对，还有这点，这个是预备的，再干干就结束了。